好了呀，大家晚上好，这是本主这个新品叫做牛头奶盖，是一款抱抱奶，看它的名字就知道，顾名思义是一款含牛头的一款加水吧，由牛头全能以及少量肥牛顿角混合制作的抱抱奶，然后甚至还能戳出来一点点戳舌的感觉。看这个杯子的饱和度，应该能看得出来它的角体是比较浓厚浓稠的。一共是500毫升和1000毫升两个规格，但是呢，我要这里提醒一下，500毫升的这个盒子装满可以装到580毫升，1000毫升的这个盒子装满可以装到1150毫升，但是价格按的都是500和1000毫升而定的，非常的厚实，但完全不影响拉伸性，爆破感也比较强。这是最近一直在研究的一款产品，研究了很多次，最近选出来的这个版本，该有的都有，好玩的点它都会具有，但是唯一一点缺点就是，可能是因为含肥牛顿角上的原因，所以它会有点糊镯子。然后我也测试了一下，是粘木质的镯子，像玻璃材质、大理石等等，或者一些那种光滑的木质材质都不会粘。味道的话是黄糖酸奶的味道，很好闻的哈，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吧。那样时间不做你了，赶紧复习一下。第一步放下，第一步，第一步放下，第一步放狠，错，放胶水，往里挤。跟我说 yes mer 的，亚麻袋，叫说 yes mer 的。喂，过了过了过了，让那口，过了过了过了。新年新气象，所以从第一步开始，给我挤。从新年第一天就开始生。第二步放下，我考考你。OK。第三步放下，第三步放你放陈文龙，放洗发水，你给我偷去，你给我偷去，那我去拿。你去偷洗发水，你不怕他们打你吗？你不进坑，我不进坑，他不又不知道吗？反正对了，放了，使劲挤，使劲。洗手液。给，搁了搁了。这叫搅拌，你要搁了搁了，这叫搅拌一下，搁了搁了。你会不会说普通话？你会？我会啊，我也会啊。你会上小星星吗？很机车哎，别让油门过湿。我靠，你那那么厉害，你不要给我忽略高、啊。耶，这是蓝色。你搁它啊啊！操啊！恶心！喂，恶心！啊！我是抓。怎么办？三妈给你教育我。你要死、啊、你要死是不是？我要活着出去。要死个人。我要活着出去。消熟了吗？消了呀。请你洗不掉了咋办？继续洗不掉了咋办？做你。场外话题咱们拍完视频再说，做你吧。拍完那个视频我不把你打一顿。我不是你哥。今天做你很开心哦。开心个屁。死了交。耶，那出现那时候长得有了自己。你说的咱们我唱了呢，你唱自己。好了，停止，到了下手的时候了，来你去，我不下。哎呦我的个娘了，这一天天的你们到底要看啥，一会儿波波山，一会儿猫猫哥啊，完了一打开去评论区，耶叶青姐还是你，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受够了，今天我拍啥你看啥，看啥你就点赞啥，能不能做到我的宝贝儿。我现在视频里面拍摄的叫做红丝绒莲蓉膏，非常原汁的款式了。这一款呢，就是由天涯茂记春碧康 C 三万无过粉丝儿，质地非常的棒。作为新年，这不是新年了吗？我也没有给大家做什么回馈，所以这一款就9块钱包邮送给大家吧。这一款虽然主打起泡量和温柔，但是它的质地也非常的牛逼 class， 扎破声特别特别好听。我可以说我真的非常剁手了，我一个剁手可以起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想你们起的应该会比我更大一点。现在微店和拼夕通上了，大家可以去了。我在这里说一下，我放过你们，你们也放过我，别我搞那个波波山。那个波波山是啥？快看，这里有个波波山。阿龙去波波山上摘波波，给谁吃波波？给你们吃波波。波波树上摘波波，给你们吃波波，给你们吃波波。吃完波波回家给你波波。我勒个娘了，我要圆了，我受不了了。Hello， 大家好，这个呢是一个新品，叫做小兔乖乖。这一款的名字是不是特别好听，特别可爱？对我自己起的，牛逼吧？我是不敢让你们给我起名字了，我让你们给我起名字，好家伙，你们起的都啥名字也太难听太多了吧？什么阿龙的帽子、阿龙的尿、阿龙的口肥，要多土有多土，我真的非常伤心，非常难过。别人家的粉丝给自己的博主起名字，我的天哪，好家伙，特别洋气。这一款呢含50%的肥牛顿角，质地嘛。
蛮独特的，但是它不适合醒熟。我整的是一滴水都没有加，但是它质地就是伪摊，可能是粉牛顿的角水都这样。你无论翻多少膨胀水，它的质地都不会变到那种。这一款呢，盖泡泡整的非常非常棒。虽然说是含50%的粉牛顿角，但它的辣神性是非常不错的。质地的话是属于那种特别软、特别好戳的感觉，它绝对不涩熟。现在发货都是年后，所以大家一定要考清楚再去入手。这一款做的不是很多余，我想根据大家的反馈，然后再进行慢慢给自己，想让它变得越来越好。酷撒牙齿门的。哈喽大家好，我真的是服了，我在线无语子，我觉得我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对，我的普通话真的很标准了，但是老是这个自动识别它识别不出来，我一脸就懵逼，它老是提醒我普通话更标准哦，我说的就挺标准的呀，为什么每次识别都识别都是错误的字儿？我真的无语子，每次还需要我自己手动改。咱们今天呢玩的是萝莉的史莱姆。我这回老家了，然后我带了一个支架，带了一个补光灯，反正带着东西很少的。我现在都在抽，我以后拍戏的史莱姆 ，Oh my god！ 我拍这个视频呢，就想给大家装个倍儿，对我真想给大家装个逼，我证明我的乞讨能力非常非常的牛逼 class。我每天看兔子，我的牙也这么一丢丢的，你可以起这么大，所以我也一定要向他学习。这里呢，是我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纹路。纹路好看，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卷的牛逼，因为我们都是个牛逼人。我这里懵逼了，我卷了我拉了130，就起了这么一丢丢。好家伙，我又以为萝莉给了我2盒小羊，我又加了一盒小羊进去。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胳膊都酸了，我真的疯狂了。这里加了一点鸡梨儿，我继续干。加了鸡梨儿之后呢，纹路变得更漂亮了。真的，起泡真的是一项体力活。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拍起泡视频，太累了，我真的起不动。萝莉竟然说我的视频拍的没有兔子好看，我心塞了，老铁，真的很难受啊！我这里又拉了130，就这么一丢丢，我懵逼了，真的服了自己了，我可能就是个起跑毒手吧。操！以下的问题，就是这款史莱姆还有很多的小白点和小黑点，我已经看见了。这款的成分大家也能看到，因为我之前拍过制作过程。是含60%的小众木工角和40%的康辉白角制作而成的。这一款的小众木工角质地特别特别像黄特诺。咱们从这里面能看到有很多小黑点和小白点。首先我解释一下小黑点。这个呢是我和厂家的聊天记录，我就说我当时看到这个小黑点，我以为是就是脏东西，我就说这也太脏了吧，点表示我非常的无语，然后他恢复了我一个就是这款脚的话是这个小黑点是原料可粒，所以大家放心的去玩，绝对不是细菌。关于这个小白点呢，是因为这一款的颜色是用丙烯颜料和祖坦粉混合制作然后染色而成的，可能是因为祖坦粉它没有特别的染开化尽，所以小黑家大家给我冲上这么一冲，220毫升大碗一盒包邮，你还在等什么？哭死啊！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不会再做下次了，因为制作太艰辛太烦人了，我就真的很烦做这一款。
有了家长群之后呢，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老师无论发布任何消息，家长都会疯狂发消息去想前排，强盗就是赚到，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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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老师在群里面发什么关于成绩的东西，还是一些小事，还是关于老师游山玩水的照片，那么就会一群热爱手写的家长把辛苦了和手到打在公屏上。那么这里切记不要忘了我们的致命表情符号，大拇指和玫瑰花必须得是精髓。还有一种家长，他比较牛逼，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孩子怀胎十月到现在所获得的奖项全部发在群里面。热情的班主任呢，总是把咱们的日常发到群里面，尤其是各种奖励和惩罚发在家长群里面，让家长看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家长回复老师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不出意外的话班主任会恢复没事，下次注意就好，呵呵。他们似乎永远都不知道笑脸到底是什么含义，无论说什么话都会带上一个笑脸，微笑耶。哎。